气郁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一定要放下，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啊，以大慈悲心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以这样的心胸处世待人接物，这是真菩萨啊，他真往生，在家人一样啊，啊，修成跟出家人没有两样。这个经在一开头，释迦牟尼佛具足十六正士，这十六个正士是十六位等觉菩萨，通通在家人，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、观音师侄是平等的，是同一个阶位，但全都是在家人啊。由此可知，佛法确实是平等法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你只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那没有一个不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，在极乐世界必定成佛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，这经上讲得很透彻，所以这个经不能小看，离世太深了，深到连菩萨都不敢相信，何况罗汉。那么这个经上讲的这一些菩萨罗汉，实在是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，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，好比舞台表演，阿弥陀佛做主角，这些诸佛如来都来当配角，这个表演才演得殊胜啊，才演得成功啊。啊，佛跟佛当中决定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啊，决定没有自赞回答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我们要把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真学佛。